欢迎颁奖人兼主持、编剧与演绎于一身的创作才子赖雨涵，以及 SKAG 创办人小明。大家好，我是 SKAG 的小明。哇，天哪，你就是那个网红 SKAG 的小明啊 ！Oh my god， 你就是那个入围金马奖的 Jaspers 啊！哇！我觉得你演技真的是很烂啊，难怪我们只可以当颁奖嘉宾，不可以入围耶。哎 ，Jasper， 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。哎，来，哪个艺人的家的锅是最干净的？猜猜看。你问我这种问题做什么？我又没有去过他们的家。猜不到。谁？准备好啊？郭亮。糟糕了，郭亮跟我开玩笑，你不要上来打我，给我一巴掌。我觉得我们明年真的没有机会再回来了。哎，我还有一个，我还有一个，你也有一个。你知道哪一位艺人家的锅最肮脏？最肮脏啊！最肮脏我不知道了，什么郭亮的邻居啊？谁的锅？郭黄啊！他的锅很黄。郭黄不是你老板吗？可以这样开玩笑啊？哎 ，sorry 啊，老板，我今晚回去帮你洗锅。哎，其实我跟你讲，哎。短片综艺跟我们的冷笑话是差不多一样的。哎，怎么讲 ？Timing 要准 ，Punchline 要快。哎，哦，还有一样什么？就是勇于面对自己的弱点。弱点就很像，我知道我们家的小明哦，你的华文真的是很烂，啊，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呢，啊，不如今天你就自己读一下。你不要这样害我，还没有颁奖哎。你读错就是综艺效果吗？对不对？OK， 我们来看入围名单先好不好？好。